考辛斯加盟勇士后，网友的评论让人又笑又气。据悉，考辛斯已与勇士达成了口头协议，双方将签订一份一年530万美元的合同。至此，联盟诞生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五巨头：库里、汤普森、杜兰特、格林、考辛斯，外加总决赛 FMVP 获得者伊戈达拉。考辛斯曾在国家队的训练时说道，D 就是第三个水花兄弟。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相信大多数网友都是无奈也愤怒的。那么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评论的吧。首先来看看恩比德说的，一起来学学德安德烈乔丹吧，相信过程还有时间改变主意哦，哈哈。